是不是这样？我问你话了，是不是这样？ 当时枪真的卡壳了。 你们要是不信的话，等大头醒了，你们问他，他可以为我作证的。 当时就算我回去了，我们俩也都是死。今天只不过多了一个人躺在那不省人事而已。是。我可能救不了我兄弟，但是我可以跟我兄弟一起死。赵学荣，从今天开始。 不是我兄弟，赵启荣，你刚才说的话是真的吗？我再重复一遍啊。 当时我的枪卡壳了，那个王八蛋一直拿枪撵着我打，我只能先隐蔽起来。荣金真的是瞎了眼，快把你当兄弟。 枪卡壳了。
口，每一个字带下每一个地，人都是英雄。哒哒滴滴哒哒，啪哒哒哒，啪哒哒哒。对不起，同志，您喝醉了。按照规定，您必须离开办公楼。你们知不知道我是谁啊？我现在隆重的给你们介绍一下自己，我